宝宝，温情宝宝，说你好，情歌更好。嗯，谢谢来看公演的小伙伴，还有正在看直播的小伙伴们，谢谢你们。耶。我感觉最感动的是首先先谢谢小伙伴们总选为我做的那一切，谢谢。然后我觉得最感动的是，就是因为26号、27号那几天就是特别大的太阳，然后温度特别高，有小伙伴就是中暑，听说后来才知道的就晕倒在现场了，然后就觉得那个。谢谢你们，那个还是自己的身体最重要。然后比较有趣的是我记得有一个小伙伴，他们就是每一张券有10秒钟，然后他握我的时候就说一个闷闷恭喜了，然后就走了，然后一连几个人都是这么握的，然后我当时以为他们是心疼我站得久了想让我早点坐一下，后来后面有一个人来告诉我说是我发的券，然后我就说很浪费。对对，所以我就觉得小伙伴们的心意我都收到了，谢谢大家。耶、yeah! yeah!